为什么你还要背着我和他？闺蜜呢？闺蜜呢？不洗就说，那就有闺蜜，真是倒八辈子。你看他那样，还不承认呢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，是不是只有你这种没有人爱的女孩，才会抢别人的男朋友啊？ 刘星，如上帝有事，随时叫我。我，别怕，有我在。 接下来进行今天的下一个环节。我是今天的特邀致辞嘉宾，大家晚上好。搞什么？特邀嘉宾不是我吗？首先，祝福童景小姐生日快乐，貌美如花。你说尉迟瑶要强忍的男朋友，可是他俩是在2年前在一起的。 你和英九才在一起几个月，所以到底是谁抢了闺蜜的男朋友？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吧。还有，男主角英九先生，在你劈腿女友闺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会对他们的友谊造成怎样的影响？ 你刚才说尉迟瑶要是没人爱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尉迟瑶要单纯、善良，即使受了委屈，她也从来不会为自己辩解。她除了情商低了一点，没有任何毛病。在我看来，她就是人见人爱。 他可以通宵不睡觉，去缝补一条他认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毯子。虽然真的愁死了，在我犯错的时候，他会批评我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。小学生都懂道理，为什么你不懂啊？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他会陪在我身边，安慰我。虽然。 他一点都不会安慰人，甚至他会为了我打架。虽然我更怕他受伤。 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拦住他！拦住他呀！于老师，这样你会冷的。开什么玩笑！我什么身体素质？
哎，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于老师，你都流鼻涕了。啊。哦。瑶瑶。嗯。你为什么会得人群恐惧症？艺术瑶瑶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请做好准备。哦，好，马上。哎妈，你到哪儿了呀？马上到我了。急，别急啊，还有一个路口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妈！其实在生日宴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想听吗？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说了。我知道当我的助理一点都不好，我又凶，还经常使唤你做那个又做这个的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委屈的话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，这样的话我就会宠着你，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样是不是很划算？